我现在刻意的凹我的直角肩，这样有点不好意思。鞋带系的，耍大牌，快点，姐姐帮他穿，快来，耍大牌，人家可以耍。我没有，你有吗？欢喜耍大牌，还要多大牌才能耍大牌？我是北京顶级的大牌。你行不行啊，张志杰？卡都卡不上了。三、二、一。把那个动作记成前面一个动作。啊！我也在想哦，鸭子。啊！我也像一只破了嗓的鸭子。啊！那没有朱红荣的声音呀。我带他们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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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现在开始学别人的舞了？已经。我自己首歌，我自己的这个我已经跳的跟盲目小孩一样熟了。你给我一唱。早点去吧。三二。那已经是上一套公演了，你现在给我跳一下《生命之方》来。干嘛？我拍了几个短片，就是给大家看他在大巴上结音。哦，他在大巴上。不、哦哦，我以为他这样子睡觉了，我给你看。不，他不这样子睡觉，他睡觉的时候都在十八分呢。快快快！我可以放大，我可以放大。太丑了吧！你看他睡觉的时候的手势，在结印呢。如果人睡觉的时候是这个样子，郭晓莹在此，你有什么？他旁边，我看他。我今天还拍了他跟一的那个睡觉，我给你们看，一模一样，你看双胞胎。我们来看一下张梦慧这个兰陵王操作的如何。好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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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赢了！你不让我，你不我就紧张。你玩的是什么？我们来看一下张志杰的操作。我举报，别举报他，他俩上瘾了。多说，多说多错。哎妈呀！张志杰玩这英雄都不是人玩的。张志杰一枪都打不中。张晨一。他现在只是在游走，没有什么事情做，没有什么事情做，这就是孤独上班的命运。他是一条孤狼，他是一匹孤狼，他是一只孤狼。说他，你玩什么？啊，你最擅长的英雄是什么？我最喜欢的就是安琪拉了，因为我玩的最好，我可是朝阳区，因为他是。所以你今天要搞一个安琪拉的发型吗？因为我是安琪拉，我昨天是安琪拉的。怎么，人家是拿 iPad 打，你是拿手机打呀？因为我今天好。一姐就是有点不太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一姐的心度量也比较大。我有心理没错，她是差生文具，你叫什么？差生文具托。在 MVP， 我问一下他们在干什么？啊？你的队友是谁？张子杰、张晚慧、菲斯、吴瑞莎，我八个人。你行不行？八。他刚刚百里一枪都没有打中过。八个人头，我打死了八个人。不是零杠九吗？抢了我一个人。那是第一局，我辅助还四个人头呢。我借衣服的时候也问了，找不到路。我借衣服找不到路，舞台找不到路，哪都找不到路，气死掉了，烦死了，烦死掉了。这么多周家，都学我说话，烦死掉了。猪猪，你夹一下行吗？烦死掉了，烦死掉了，不要学我说话。烦死掉了，吴宇呢？吴宇掉了，吴宇呢？我第一个。
快。我只记得我要开始了。不想就说我着急，这句子叫就对我自己，当的我是自主，让你先会被满足。你们怎么会都记得？我天哪，脑子好好使啊！我咬他点还有意思吗？哇，还是我说的再唱一次吧，这歌词好好呀。我什么说的？你喜欢吧？我给你表演一下，都给张默慧拍下来。从下面，从下面开始。三二一。张默姐姐快拍真真啊！真真不会跳这种。六六怎么这样？我讨厌这种歌呀、啊！哦，真真真真的出道 UNIT。哦，真真跳起来了，但是怎么跳来着？陈真真的赤脚。我是这个那个撅比较记得，还有手印。真的吗？不会跳过这个。有一天我们都能变成大人模样，但现在还可以翅膀，流星雨的光芒，想要拥有美丽的心，越来越长大了，有一些联系，我忘记了，我也忘了，我都想要拥有美丽的样子，先做好自己，才能感觉到暖暖气流。流星出现在眼里，能把我的愿望变得美丽。任性的流星出现在眼里，在月光的照耀之下，很透明。你在那边。小燕只记得一号位的，我记得二号位。我想要回到我们的上位，上的思维蔓延成灰。我的词，我的词，脑海记忆在不醉，这是我的思念，是心裂肺。你们是第二波的吗？孙小燕在这浑水摸鱼。我让那边坐。什么玩意儿？无尽的黑夜，当当当当当。Later。有没有尊重过我？这个可是。御用的呢、这是你买的？对呀、啊，我自己。漂亮一点，好看的，漂亮一点。他都很开心。不过觉得这个面很好吃。很好吃，也挺贵的。他一拿进来，他就说：“这个面真的好贵哦。”因为李笑刚刚在那点的时候就说：“这好贵啊，我舍不得啊。”然后点完了之后，就没想到不是自己一个人吃。没事。刚刚我帮你记了一下，是那个林天慧跟韩家乐，还有周香，他们也吃了一口，咱们一人二十块钱，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你他周香不需要，那俩我需要，那有点太黑了吧，一口就要二十块钱，差不多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你这一份多少钱呢？我带个耳机，别忘带耳机。我看一下，我梦里上过。你这样解释一下，你为什么要戴着口罩吗？因为一些非常难过的原因，太难了。因为摔车了，然后就是对，然后就做了手术，然后就是还没有恢复好，然后就是脸就肿的
像就非常的重，对，所以没有办法，所以没有办法。人来了，你看一下我。我是个拍摄新手，实在不知道问你什么问题，你自己发挥一下好吗？我们在等待，在等待，在等待，对对，我们要。好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当经理啊！来来，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！这么大舞台，solo 紧张吗？有一点。应该是三首，观众比较多，4万吧？有这么多吗？这一个吗？这一个还有希望。绝美啊！这边绝美。都很美。好了，上台。哎，这个不用再要求。我们的沙在哪？昨天不在台上吗？在找。对啊，你今天不拿着吗？再过来，再过来，再过来。那那那，帮我录一下那个。好的。快上去。大版本，赶快上去。好的。对，赶快上去。我要上台了吗？孙小燕怀疑电工。给谁谁换谁？小眼孙小眼，小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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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孙小眼孙小眼。我真服了，孙小眼，孙小眼，一听就服了，我接受了。恶意紧张是吧？姐姐，让我缓一缓，好的。我是当男人了 ，Oh my god！ 我去
是否在房间发一下？我发一下。帅哥准备上场了。怎么还给我开门呢？这待遇真不错。你好快啊！你采访一下嗑黄瓜的这位，对，黄瓜呢？开场前吃黄瓜的人，我吃一口可以吗？口红一会儿蹭绿了。老马 ，OK 了吗？你们三个，行，跳。一上一下，这边对吧？嗯，你让我弄一下。还有谁？那就挂了，怎么了？我们到时候安宁 pose， 我们这样。这个 pose 第一，动作都行，就一定要咽一口口水啊！我笑死。